接受圣公道。耶稣到我工厂，耶稣到我工厂。咱三个暗号来祈祷，亲爱主，我感谢你，等下我伫这个时刻，我伫把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做回来敬拜你，求上帝将平安、快乐、享受伫我的心内。特别我嘛要为着每一个老母来祈祷，祝福老母身躯会当平安，也予老母会挂虑烦恼。会当伫主的快乐听内底来得到医治，得到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到阮旁边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特别咱要来祝福每一个妈妈，每一个结婚的姊妹，大家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啊，咱会当向咱的妈妈挥挥手。好，咱的妈妈来祝咱的母亲节快乐。下礼拜咱会送上一个礼物，予咱每一个妈妈，也予咱伫母亲节内底来体会着妈妈的疼。特别今仔日，咱有几位新来的朋友，咱要来甲因介绍欢迎。有咱的贵姓的宝贝，就是涂和仙、涂武典兄弟，也来甲咱中间，咱好好来甲因欢迎。啊，现在来看小一姊妹的房间，也是咱的新娘桥。啊，特别咱也真欢迎咱的瑞清姐妹的先生张荣峰医师，啊，来到咱中间做个敬拜，咱也好好来欢迎。啊，咱等下听说啊，用咱上热切的这个关怀来甲伊招呼。咱伫等下，咱有爱餐啊，有团体。咱的团体时间，咱要邀请咱属于这水泥祥伟医师来甲咱来分享。特别咱伫等下爱餐的内底，啊，咱要彼此来分享。特别咱也感谢咱的杨女士，啊，有几若位姊妹伫楼顶咧无闲，啊，昨咱的林慧姐来无闲的时阵，啊，头头忙，啊，身躯有欠安，即摆伫病院伫遐咧看，吼，啊，咱嘛是特别为着伊来祈祷。特别咱嘛伫昨咱有两位啊，咱有副小姐的先生伊安息，啊，伫中孝路教会来参加这个。啊，古典这个告别式，吼，咱老乡这边来关心，特别咱老这个佳慧老师伫咱高雄结婚，吼，这是咱咱参加的一个相片，咱伫遮特别有上帝来安慰不少姊妹，啊，特别也恭喜咱的佳慧老师伫因这新婚了后，有上帝开咱会当带伊参加同行。另外，咱老本人为兄这咱三姐祈祷，有梁家文兄弟嘛，伊这个。这个会更有出会，啊，目前是交互病房咧急救中，啊，贵宾姐啊，有这个骨刺的病痛，啊，佮周宪芬老师伫后礼拜接出来来拜礼，啊，要开刀。另外，拄啊杨朱姐，可能个杨姐拄啊娘在来的时阵，啊，有一个车撞着，啊，有吐，啊，所以咱可以车随时送伊去病院。所以咱有侪侪咱的长辈，咱的兄弟有辛苦有软弱个，咱拢伫。三体祈祷中互相来扶持。今日咱要用这个题目，姨妈吼，主耶稣甲我同行，甲咱三个来分享。主耶稣教教咱的性命，三个同行。咱看伊伫这个姨妈吼，耶稣佮我了后，两个学生伫路边在讲，在谈论耶稣的一桩作为。不过有一个人在甲因讲话，讲着因真熟悉的代志，嘛真熟悉的声音。不过，因无想到是耶稣已经伫伊的身躯边，代志是安尼经过。伫耶路撒冷城外，伫这个以马忤的山庄的所在，耶稣也沿路甲学生行路。不过，在行的过程中间，学生心内真忧伤。伊无想到伊的耶稣会佮我，伊的老师会当伫伊的身躯边。所以，敢若一个真熟悉的人，不过佮毋知影伊是甚物人，吼，歹势甲伊问。然后伫迄个所在，因在哪行哪在谈论，耶稣就问伊讲：“你在谈论什么呀？”然后因就停落来讲：“啊，这个内容真要求。”然后讲到，我所听的老师，伊是一个先知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伊讲话是有气力的，但是伊互人定的是假定。经过三天啊，有一挂妇女去帮伊去看伊的时阵，伊的身躯竟然无去啊！因心内真烦恼，
然后伫这个过程中间，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然后这也是咱今日的一个重要的经文。二十五节啊，咱来翻开，咱来做伙来看，安尼讲，无知的人啊，神祇所讲的一切话，恁的心怎样遐恶遐恶心啊？基督受这个艰苦来入伊的灵根，也不应该吗？伊在甲伊讲，遐无知的人啊，恁这两个戆学生。为什么这个老师跟你讲的话，你拢无详细来听呢？今日先天嘛，甲咱讲，咱的弥赛亚会受苦，但是伊个受苦的内面，要来得到荣光。啊，咱就讲受苦的内面要得到荣光，受苦的内面要得到荣光。而且甲咱讲，伫基督受这个艰苦来荣光，唔是应该吗？经历这个，就是要让咱来看见上帝大开啦。然后第三个，接续耶稣就去带因参加工行，然后带因住的所在，带因住个地饼，你看一个甲你出息的人，甲你遐尼侪工，伊竟然拢无发觉。当耶稣在地饼的时阵，从迄个真熟悉的一个动作，互因看到的时阵，三十一章安尼讲，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。伊个目睭开就认得伊，圣经无讲耶稣甲因做伙偌久，但是因目睭开了后，因马上看见，原来甲因生得大个就是耶稣。耶稣已经过活，耶稣已经过活。伫三十二章内底，咱嘛看见，因讲咱这个人甲咱三家伫分享，最近读圣经、开听圣经的话的时阵。咱的心敢无感觉悔改吗？咱的心敢无感觉悔改吗？所以咱看见，当耶稣甲因讲着上帝话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信仰才对因心内迄、那个上大的溃烂。然后因真正相信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伫咱的心内。今日咱要来讲三项，第一项就是耶稣经历痛苦。然后得到荣耀。第二项就是在谈论圣经的时阵，因的心悔业。第三项，咱爱打开咱的目睭，来认捌咱的主，来见证咱的主。第一项，耶稣经验痛苦是要为着荣耀。咱再讲，耶稣经验痛苦是着要得到荣耀。耶稣经验痛苦是着要得到荣耀。讲无知的人啊，对伫圣经所讲的话。敢无感觉？恁感觉恶心吗？基督不是应该经验者的，他得到荣耀吗？今日咱陪伴咱所爱的人，咱所关心的人，行伫这个伊玛莫的路上，咱做伙伫只三个同行，亲像主耶稣陪伴咱一边。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咱可能有无相款的生活经验，有的真欢喜，有的真艰苦。有的伫高峰，有的是伫这个低谷内底。当咱拄着不顺、挫折的时阵，咱要安怎互相陪伴来经过呢？心理学家有安尼形容讲：，咱的每一个人，咱拢有一个习惯，就讲叫做归乡症候群，就是讲咱拢真毋忙，咱来转来到咱的故乡，转来到咱的故乡，是咱心内所上平安的所在。所以无论咱拄着什么情况内底，咱拢真正想要回来到故乡，咱讲落叶归根，回来到咱所熟悉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咱讲，迄、那个所熟悉的所在，迄、那个故乡是倒位？就是伊妈吼，就是一个真安全、真温柔、会当互相接纳、会当安歇的所在。伫迄个所在有疼，迄、那个伊妈吼就是咱的故乡，就是耶稣甲咱是甲同行的迄个所在。甲咱同行，甲咱同住，但是咱看伊现代人，咱的性命无转到咱的姨妈母的所在，有的人搁伫孤单的路上，有的人找无着伊的故乡，所以今日咱看见，伫耶稣陪伴这学生的时阵，耶稣受苦，学生犹原嘛受苦，所以咱看见伫圣经内底教导这个受苦的过程中间有几项事。第一项，这个受苦是啥物？就是要为着完成一个新鲜的工作。咱在讲，为着完成新鲜的工作，为着完成新鲜的工作，
上帝给咱的受苦无白白受苦，兼讲你的流目屎是白白流目屎吗？你所受的痛痛是白白所受的吗？不是，这拢是神圣的工作。在你的神圣的过程中间，咱要来想上帝给咱看见什么？第二项就是要来反省咱每一个人、世间人爱关心这项事。然后第三，咱就是要在困难中间看见盼望。咱讲第三项讲，在困难中间看见盼望。所以，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间，伊要完成一个神圣的工作，伊要让世间人看见，做伙来关心，伊要让咱在困难当中搁一摆来看见盼望。最近，咱拢会时常看见真侪社会新闻。当你看过社会新闻的时阵，可能真侪人拢把电视甲转过，无爱看这个新闻。但是当咱在看的时阵，你敢有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，讲这个悲剧、这个艰苦的事，唔通搁再发生啊！唔通亲像咱拢看戏同款，真侪咱拢真艰苦，但是咱唔知影安怎来做。所以伫迄个每一个社会新闻的背后，就是要提醒咱。无好这个代志搁再发生，咱要安怎来做呢？咱要安怎好这个代志会当搁较警醒，注意到咱身躯边艰苦的人呢？伫顶礼拜，安怎样伫闽东先生伊个竞价，伊竞价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唤起政府、唤起社会注重这个特别的议题，讲咱袂堪得有第二个特别灾害。所以伫这个竞价的过程中间，当然，唔，那是定价，是绝食，就是不爱食饭。然后在迄个过程中间，要唤起大家注意。当然，在即摆的行动内底，啊，咱嘛看见政府有一个真重大的一个决定，就是要暂停来停建。啊，所以咱看见在迄个过程中间，有一个老师，一个基督徒老师，伊就写一个 line， 啊，伊写 email，Facebook 伊也写过。敢讲咱基督徒敢鼓励人作亲吗？讲唔食物件吗？其实咱基督徒有鼓励敬食、敬食祈祷，但是敬食甲绝食是无同款的。讲伊若为着一个代志，然后无食物件，若真正死去的时阵，咱敢有鼓励？咱毋是无主张自杀吗？咱无主张伤害家己吗？但是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毋知影要安怎来解决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复杂、一个政治性、社会性的一个议题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就是要让人唤起，为什么有人要用那么重要、用自己的性命来呼吁大家来关心这个重要的代志呢？我就想到一项事：耶稣行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耶稣行在高高塔的时阵，伊是要赴死，敢讲无人来阻止吗？有伊的学生来讲：“老师啊，你唔通行在这条道路，唔通去顶十字架啊！”耶稣来讲，撒旦脾气，因为伊无体贴上帝的意思。兼讲，咱敢是鼓励耶稣顶伫十字架顶吗？兼讲，予迄个无辜的人，即个真委屈来受着关系吗？其实，咱无阁予即个悲剧去再发生。真重要一项，就是咱伫每一摆的痛苦、每一摆的艰难的内底，真重要一项，咱要看见，咱无予即个悲剧去再发生。所以，咱会。教会真关心社会公益的事，无予这冤屈会当无发生，然后会当来去解病患。所以咱看见，当咱伫迄个痛苦的过程中间，咱要学习啥物？就是学习反省，反省咱的性命，亲像体谅主耶稣受苦的这段过程同款。耶稣进入四十年的时阵，伊受着魔鬼试探。伊也无，伊也固执，用迄个肉体来来捆绑，伊要来变心，来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开始。这就是伫个受苦的过程中间，咱所行的一个操练。所以今仔日咱要看见，当咱伫迄个困难中间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陪伴这些朋友，互因支持呢？啊，有一支篇文章内底伊就讲，咱要安怎来帮助这个困难的人，可以支持，有四项来咱来记起来。第一项，得甲受苦的人同在，吼，咱做讲，甲受苦的人同在。第二，积极来听，积极来听。第三，适合的教导，适合的教导。
的是耐心听候成长，耐心听候成长。来看伊第一项，甲受苦的人同在，耶稣亲自陪伴伫学生。当耶稣在伫世界时阵，遐学生心内真艰苦，耶稣亲自陪伫伊个身躯边，亲像咱哦看伊一个故事，就是沙滩的脚印，伫沙顶的即个脚印。一个人真艰苦，心讲主耶稣，为什么你无爱我？你较无教我三个同行？讲本来两个脚丫，一个沙漠的脚印，结果只剩一个脚丫在边。讲耶稣啊，你太阿好，我一个人行伫这个痛苦的一个世界。但是耶稣来讲，不是我无陪你行，是我陪你来行。今日伫咱人生上痛苦的时阵。不是咱家己行伫这条痛苦的路上，是耶稣陪咱来行。咱就讲，耶稣陪咱来行，耶稣陪咱来行。所以咱看见，当咱甲这个痛苦的人参加做伙时阵，咱就是互伊上大一个支持。所以咱看见，在咱的人生迄个上艰苦的时阵，上大的挫折的时阵，你敢有经验到耶稣陪伴你的迄个力量？你厝里的人，敢有甲你鼓励，互你成做人生上大的安慰？所以咱拢需要家庭，家庭就是伫咱痛苦、在咱艰苦的时阵，咱会当互相来陪伴。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罗杰斯，伊就提出讲，一个帮助的人，伊有三个爱做的代志：第一项就是动力，第二就是温暖，第三就是真诚一致。意思就讲，一个人艰苦的时阵。你爱关心伊的需要，来关心伊的感觉。第二项就是温暖，互伊感觉真热情，感觉真侪人真注重伊。第三项就是真诚一致，就是爱真真实。迄、那个听不是表面的，是真正对伫内心到外口拢共款的。所以当一个人会当用动力、用温暖的心，会当互伊真实做伙的时阵。伊就重新来得到快乐，因为咱无法度替伊解决代志。每一个人人生的问题，拢需要自己解决。但是因为你的温暖，因为你的关心，你的帮助，会当予伊会当更加有快乐来面对咱人生所遇到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咱看伊在咱的家庭中遇到困难的时阵，每一个家长拢真赶紧，讲咱安怎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予伊减少迄个痛痛，予伊个困难会当马上会当来得到解决，然后想着真济方法。但是今仔日主耶稣无用马上个方法，真快速个方式，予咱个困难来得到解决。但是耶稣陪咱来行，耶稣陪咱来行，咱人生所拄着个艰难。第二项就是用积极个心来听。咱要看伊，咱咱教这个受苦的人做伙真重要一项，就是听伊来讲。你敢有用心来听你的朋友来讲话？但看伊迄个用心，就是爱用时间、用耐心、用尊重、用鼓励、用迄个鼓励听咱朋友所讲的这个困难。有一个囡仔讲：“妈妈，我无想要去读册啊！”啊，一般的妈妈拢会安怎讲？袂使，太当无读册呢。但是妈妈来甲换一个心情来甲伊问讲：“啊，今仔细囝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”吼，咱甲囝仔来关心联系啦，讲你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会当安怎来甲你关心？所以咱看起，咱就是用负责讲，你袂当有这款的想法，你袂当无做这个代志，你一定爱去做。但是咱换一个心情来问，将一句话放伫你的心内讲。你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欲安怎来甲你关心的时阵，就是予伊一个真大一个支持。第三啊，适时的教导，对适合的教导。有当时咱完全拢听伊在讲的时阵，停留伫伊的迄个郁卒，停留伫迄个艰苦，嘛唔是嘛安尼嘛唔对。今日耶稣予咱一个积极的一个思想，就是予咱伫迄个困难内底。咱就阁继续往迄个负面的路径来行，咱重新来看见，亲像咱来到圣经内底，咱重新来看上帝安怎帮咱，予咱来得到快乐。所以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安尼讲，耶稣就讲：
基督要经验者的，才会得到荣耀。所以看见咱不是只有看见痛苦，咱会看见荣耀。在迄个苦难、困难的了后，迄个荣耀是啥物？迄个困难是啥物？第四项就是耐心等候。等咱的囝儿遇到困难的时阵，妈妈拢会比这囝搁较着急。但是咱敢会当陪伴？当伊遇到困难的时阵，咱成做伊上大的鼓励。在迄个等候的过程中间帮助伊。耶稣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间，甲伊行一段路，甚至甲伊谈话，做伙食饭，直到因的目睭开，直到因的目睭开，认捌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忽然间就离开。所以今日咱看见，咱陪伴咱的兄弟的时阵，咱需要有更较侪的耐心，为着因来祈祷。所以咱嘛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予咱有够量的气力、耐心。勇气来陪伴咱厝边的人，咱毋是真赶紧，予咱有够大的信心陪伴咱的家庭。虽然环境是困难内底，咱要安怎正做即朋友的支持，予咱家己在第一个，甲受苦的人同在；第二，积极来听；第三，适当的教导；第四，耐心等候成长。所以咱看见，在迄个过程中间，帮助咱，会当去一摆来站起来。第二项，咱要看见，当论圣殿，心内来回应。当在耶稣甲在学生讲当论圣殿的时阵，因的心感觉回应，因的心定心来得到盼望。所以讲，因在迄个时阵，佫唔知影耶稣已经割外，伫边啊就是割外耶稣甲因做伙。但是当因想到上帝话时阵，因的心来得到开达，然后因当伫正人的面前来做见证。今日咱看见耶稣的帮助，嘛是带咱倒转来甲圣经的教导。当咱伫真郁卒的时阵，啥物会当成做咱上大的开达？就是上帝的话。咱会当来读诗篇。当咱咧读诗篇的时阵，上帝无离开台边，予伊伫迄个困难当中成做上大的帮助。当咱读诗篇的时阵，正做咱上大的一个鼓励。拄仔我看见咱的朋友来，感觉拢真趣味。你看，哦，迄乌邦到底这是啥？可能你问十个人，无人知影吼。你爱问我，我会较会甲你讲。这就是咱关怀的名单。咱的乡邻、乡邻的部分有百五个人，社青大概有一百个人，乡邻大概嘛有五十几个人。这就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你熟悉有偌济人？啊，有个人就姊妹就甲牧师讲，牧师，敢是我无交相片，所以顶面无看见我的相，毋是啊吼，是我先共名用出来，然后遐相片慢慢啊，我来弹出来。若是无的，啊，较麻烦你去教会翕相，我甲你弹去。咱要做这个工作真重要一项，有几个目标。第一个就是咱要彼此认识。认识无同款族群的兄弟姊妹，你要捌一个人，当然爱捌伊的面，捌伊的名，然后咱会当来关心。第二项就是替遮个人来祈祷，遮拢是咱的家庭，就是咱的兄弟姊妹，你够关心伊，为着因的祈祷。第三项，咱就用到一个，就讲当真侪兄弟真久无来出席的，咱会甲伊搭伫迄个所在。然后咱要做伙来关心，来甲伊，来甲伊敲电话。然后若有新朋友的，咱嘛写伫迄个所在，互咱做伙关心。第四项就是咱五人来当分组，互咱有奖金，有咱热心的兄弟姊妹来关心咱的家庭。啊，咱伫明仔载会关怀组的会议，咱会来讨论咱要安怎来进行。第五项就是祈祷，祈祷的力量非常的大。今仔日咱厝里的人来信主，毋是忽然间伊来信主，是有侪侪人，有侪侪先生、侪侪太太，为着伊的厝里的人替因祈祷，互因的心会当柔软，会当看见上帝开恩。所以咱有一个就是要来为着遮还袂信主，咱的厝里的人，来咱一方面互相熟悉，嘛为着因来祈祷。这就是外口这个地方，咱今年所做关怀的一个事工。所以咱看见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要安怎来陪伴咱艰苦的兄弟姊妹？
特别咱今日下昼，咱要来甲微信姊妹的家庭来孝养咱的祭奠兄弟。咱知影伫旧年这个时间，伊忽然间拄着意外来过身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内拢真艰苦。为虾米咱会拄着一款的苦难？那是真重要的一项，就是上帝帮助咱。伫困难的内底，搁一摆站起来，迄、那个困难站起来的迄个毅力，就是咱生命中一个机会的见证。而且，咱也当做伙来关心。伫咱所多讲的即个关怀的小组的内底，真重要的一项，就是要互咱的兄弟会当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圣经，互咱伫困难的内底会当真做互相的帮助。最后一项，咱要团结。求上帝打开咱的目睭，予咱会当认捌主、见证主。伫三十一节的时阵，咱看见耶稣甲因同行，因的目睭打开认捌主。然后三十四节安尼讲：主个人个我，主个人个我。这是一句非常有气力的话。你啥物时阵会安尼宣告讲：主耶稣真正甲我同在，主耶稣真正帮助我。主耶稣真正渴望，咱若无伫迄个困难的内底站起来，咱若无真实来感受着耶稣的同在、帮助的时阵，咱我都安尼宣告讲：主真正可怜渴望，也愿上帝帮助咱，予咱伫咱的生命当中会当搁一摆站起来。有一个牧师可能伫即个做礼拜见证的中间讲：阮的教会足好个。会有多一个人就感情，这真正是上帝的见证。唔知影安怎，他一度准伊牧师听着啊，信耶稣未着感情，这是上好的见证。安尼讲感动，今日咱看见，可能牧师的意思不是讲信耶稣就会着感情，伊的意思应该是讲信耶稣了后，迄、那个信仰的毅力，予咱靠着耶稣的医治。来得到完全的医好，所以在迄个过程中间，罗俊义牧师伊就在想一项代志，讲基督徒敢会着感情？换一句话，基督徒即个做生意敢会了钱？基督徒敢会拄着车祸？基督徒敢会拄着困难吗？其实咱甲一般的人拢同款，咱有缘会病痛，会拄着经济困难，有时家庭即、这个家庭也是有夫妇。好未拄好的所在，但是今仔日信主了后，予咱有甚物款的想法？基督徒会当因为迄个信仰，会当勇敢来面对咱的病痛，因为有这个信仰，予咱会当有气力继续向前来行。亲像咱有个人有食薰、饮酒、食多可能较无拄着啦吼。有个人拄着遮个物件会困乏的时阵，因靠着药物。靠着最多方法，想要来解决这个代志，但是陈希慧，伊讲，因要靠着主耶稣的毅力，予咱会当来得到医治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见，毋是药物，毋是甚物款的方法，会当予咱来离开迄个困难。今日上重要的就是信仰，信仰予咱重新来得到毅力。所以今仔日，当咱若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会听见姊妹。咱的信用会当针对咱上大的挖壳。最后，咱搁一摆来看见，咱要安怎来针对困难者朋友的一个支持，咱陪伴伊，听伊来讲，然后适当予伊鼓励，然后听候陪伊做伙来成长。今日咱嘛做伙来看见，耶稣经验着痛苦，上重要的就是要予咱来得到灵光，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会当伫信仰内底去较回忆，会当予咱打开咱个目睭，真正大声宣告讲：主耶稣个人个话，咱三个按头来祈祷。亲爱主，阮感谢你，你陪伴阮个生命，行伫阮人生无同款个阶段。有时阮兴旺，阮有困难；有时阮软弱，阮病痛。无论阮是好是无好。主耶稣，你拢陪伴伫阮的身躯边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帮助阮，予阮伫教会内底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当成做阮陪伴上好的贵人。伫鼓励、伫陪伴内底，搁一摆来得到上帝你的带领。
也愿上帝来帮助阮的兄弟姊妹，互阮彼此有好的分享的关系，伫祈祷、伫读圣经内底，做伙彼此来鼓励，愿上帝帮助阮。我也特别要预备，我在座，我有身躯软弱、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虽讲我无多来担当这个病痛，但是主耶稣，你要亲自来担当，你要亲自来陪伴我，让我在困难当中重新来得到快乐。在受苦了后，要来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愿上帝赐福带领，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是咱要做伙参加今日来宾圣诗，救主出声得救，圣诗146。软弱的人来寻我主，主要予咱来得到快乐。咱今日来宾双手。